大学学科能力测验就伫要到咯，只剩无到一个月时间。国立鹿港高中二十号早起就要举办考前期末誓师大会。鹿港顶长柯志宏两位考前访嘛，特别送因包啊甲文昌笔，给每一位考生，最后大家会当考到心目中理想的学校。顶长以及两位是送予考生包啊甲文昌笔，希望因顺利考到理想中的学校。学校希望透过这个期末誓师大会，会当帮助考生考试的时阵，会当发挥平常时的水准，顺利考到理想的学校。再过28天，1月17、18日呢，就是我们一年一度大学学测的日子。那鹿港高中呢，特别利用今天的时间呢，来为所有的考生祈福，希望能够获得上天的祝福，身体健康，然后思绪平稳。当然学生们也应该要保持自己的努力，才能够争取好成绩。我们希望学校能够延续以往的好成绩呢，在学测有亮丽的表现。顶长以及两位嘛特别来甲考生加油鼓励，祝福大家拢考到好成绩。今日咱鹿港公所嘛特别来送一个包子，也当好希望哈说这些考生大家哈都能够包中。鹿港高中哈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成绩哈，包括很多的竞赛拿到全世界的冠军哈。那在这边也鼓励哈他们可以保持平常的心哈。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考试，那做好万全的准备哈。大会最后，全体考生嘛，出发到鹿港天后宫，向妈祖以及文昌帝君祈求，考到心目中理想的学校。新竹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。